请问一下，谢志远在这工作吗？谢志远，对对对，16、17岁的样子，是他吗？阿奶。菜上齐了，小亮，好久没看见你了，你不是跟你阿妈去瑞丽了吗？我在我阿妈那块不太习惯，我就回来了。好，那坐下一块吃。谢谢阿奶，我还在上班呢。勺子，给。不打你，吃饭。一会儿天塌下来，那也得吃饭。你阿爸给我打电话要送你过来的时候，我就打算把你打回去。他阿爸说我不懂教育，说现在不能打了，要让他自己醒悟。嗯，是的。阿奶啊，现在有一个叫“国际不打小孩日”，什么日？就是类似六一儿童节那样的节日，就那一天家长都不能打小孩。不是今天吧？除了那天都可以打吧？还不让打呢？我看就是缺打，宠着惯着，无法无天，不去上学，不让打，接着。就可以离家出走，还不让打，再不打就去偷去抢，跟那个谢强一样。阿南，不说就不说，吃。哎呀，谢谢阿南。阿奶，我去上班了。你一个学生上什么班？一会儿跟我一块儿回去，我让你阿爸来接你。不是阿奶，我这周还要再上两天才能领工钱。去吧啊！去之前把你的头发梳一梳。我走了，阿奶。你怎么还让他去打工？这个地方工资一周一结，他都干5天了，也不差这2天，做事有头有尾嘛。那你也应该告诉我他在哪儿啊？我还不了解你，告诉你，你一早打过来，打乱我所有计划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在这儿的？他一来我就知道了。啊？我有眼线。欢迎光临。你气息得放出去。欢迎光临，要有节奏感。欢迎光临，要热情，要勇敢。勇敢
哥哥，我上厕所，卫生间，肚子疼，肚子疼。去去去，来来来。哥，是。好的，不许学抽烟喝酒是吧？哥，偶尔。什么偶尔？我以后再也不抽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妈不是把你接到瑞丽去了吗？我妈那边人太熟了，还不如回来打工呢。阿元怎么来找你了？我们俩还有夏夏哥平时总在一块打游戏，那突然就要来找我，说要跟我一块打工。聚在一块就是玩儿啊，就是牵手就唱歌是吧？哥，要不你把他带回去吧，他没吃过什么苦，火锅店小工挺累的。谁说我要把他带回去了？你帮我个忙啊，就带着他打工，帮我盯着他。每天晚上呢，我电话汇报一下他的工作情况。啊啊什么？这不是让我背叛朋友吗？哥，我不是这种人。那你是背叛他呢，还是背叛我呢？你选一个。我就是背叛他吧。嗯，这还差不多。什么背叛不背叛的？我这不是为了他好吗？亮哥，亮哥，他擦拉屎怎么这么快？职场子，回去吧。等会儿。吃点好的，不准买烟了。谢谢哥。那我走了。亮哥，亮哥，哎，亮哥，你怎么去这么远啊？你这熏得慌。哦，我刚才那个吃太多了。回去吧。行。你还给他装定位？我还用跟他装什么定位？他用的就是我的旧手机，里面的账号都是我的。他就是读书少，不懂这些。那不跟装定位一样吗？我爸把他放在这里，他就跟匹野马似的。我不用点现代黑科技，怎么看得住他呀？那你为什么不说啊？村里那么多人议论你。村子里是没有秘密的，不想让别人知道，那就不能说。而且他有内应，夏夏每次说谎的时候啊，那下巴一撅，大哥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一看就是在撒谎，连我都不能说是吧？你是秘密传播的头号怀疑对象，阿奶我都没讲。不过呢，我跟凤姨讲，她嘴比较严。她就跟我说，人找到了，在劳动改造，让我放心，别管。嗯，你看看啊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让我阿奶管。我阿奶今天要是20岁啊。他可以拿女子散打冠军了。我跟你讲，我阿爷就是年轻的时候唱歌好听，被我阿奶给抓过去的。抓回家啊？是啊，我阿爷啊人气高嘛，阿奶呢虽然长得一般吧，但是一身的力气。嗯，阿奶打不动你了是不是？好看好看啊，你最好看啊。别听他胡说，他这肯定是胡说。阿奶年轻时候肯定好看，大美女。你才是大美女呢！怎么还商业互吹上了？什么吹？一听就不是好话。对呀，哪是商业互吹啊？这是女人和女人之间的相互欣赏。阿奶不理他，你吃饭。哦，对了，拍照留念。来，谢总啊，阿奶，看这儿。还比叶多土啊！来比心，比心才土。我是不是闭眼了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你让我看看。治嗓黄氏响声丸，固嗓黄氏响声含片，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都
是。阿奶，你把肉都夹给他了，我刚下的。咱们再煮嘛。够了够了，再去。